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董浩。解密餐馆招牌菜，大事一点就明白。说起这个餐馆的招牌菜啊，现在很多老百姓特别爱吃农家菜，比如说什么农家小炒肉啊、农家一锅鲜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曲浩大师给大家解密农家一锅鲜。嘉宾档案：曲浩，中国烹饪大师，国际级评委，今日推荐农家一锅鲜。这农家一锅鲜，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料辅料，然后慢慢给我们边干边聊，好不好？好。主料在这边。哎，主料有咱们卤熟的猪耳。哦。啊，有咱们那个辣豆豉酱。哦。哎，有青蒜。嗯。有葱和姜。嗯。哎，这是他们主料配的小料。这边咱家里调料、啊，哎，都很非常简单、嗯，有盐、味精、胡椒粉、料酒、香油。嗯，农家菜呢，它就是很质朴。很质朴、嗯，哎，就是操作起来呢也非常简单哦，不像咱们这个馆子里头，哎，嗯、酒店里头做东西那么讲究，那么精细，它这就是非常便于操作。我觉得咱们家庭做起来更是，哎，但是做好了也不容易，咱们得认真看曲浩大师怎么指导，哎，第一步怎么做？第一步打下手。首先呢，我们先将卤熟的猪耳，卤呢，那么有几种方法，嗯，一种是白卤。一种是红卤，嗯，那么根据您个人喜好，嗯、哎，我喜欢吃白汁的，对，就是不加酱油的，嗯啊，搁点酱油啊，搁点这个葱姜、嗯、料酒、嗯，哎，加点大料棒，哎，稍微煮一煮，嗯，煮熟了就可以了，哎，有点盐味就可以了，要带色的，带色的调的，加点酱油、嗯，哎，加点酱油或者加点老抽，哎，把它颜色调起来、哦、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卤熟了以后呢，嗯、我们现在给它改刀，改刀，改刀。嗯哦，斜着片，斜着片，哎、哦，然后呢，我们顶刀呢切成丝，哦、丝条状啊。好、哦，这个呢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中间稍微片它一下、哦、啊，片它一下，片稍微薄一点，薄厚都一样。对，这个把它切好了，好嘞，我们放入盘中。好。然后就是青蒜，哎，青蒜呢是当一个配头啊，当一配头。嗯，这样呢，它切完以后呢，这青蒜的味道味儿很窜，对啊，也能去去这个猪耳的这种的腥味儿。对对，这个呢很简单，就大斜切成大马蹄葱。好，哎，这就可以了。哎，这时候点火吗？哎，咱们点火，我点火。嗯，好。咱们倒入点开水。嗯，来做这道菜呢，这个。咱们行话里有说有四鲜，四鲜是吧？这个四鲜呢，哪四鲜呢？您看啊，第一呢，我们叫选鲜，选鲜、嗯、就是你选的原材料要新鲜，新鲜，哎，无异味的，新鲜的、嗯，哎，很好的，质量好的，嗯，这是选，哎，这第二步呢，我们叫回鲜。回鲜、哦，哎，这个呢，你可能提前煮好了，搁的时间长了，搁的时间长了，哎，这时候呢，啊，它那个味道没那么鲜美了。嗯、通过我们这次焯水，哦，去掉多余的油脂，哦，啊，它含油脂的，把那油脂的，哎，油脂去掉一部分，再把呢这个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或在保管过程中的一些异味去掉，啊，再保回它原先的本味。这是二鲜，对了，回鲜了，三鲜啊，回鲜。第三鲜呢、嗯，那就是咱们这炒制了。炒制，通过炒制炒出鲜味来。哦，哎、最后有点提鲜，啊、提鲜啊、我通过我们的调味料啊，像味精啊这些胡椒粉啊下去，把它的鲜味提起来。哦，哎，所以做这个农家一锅鲜有四鲜啊。好，现在说着，水开了。好嘞，水开了，我们把切好的猪耳放入锅中炒制。好嘞。这一见开就行了，对对，去去它那油脂，你看一煮，那油腥油花就出来了。先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给去去去，哎，嗯，同时也是一个初步熟处理啊，初步熟处理。来，你开锅就可以，哎，给捞出来了。好，来，稍稍，哎，感觉这锅底有温度了，倒油，哎，倒油，哎，这叫什么？涮锅，涮锅，哎，把锅养一养，滋润滋润用油，哎，再加热，完全，哎，加热啊，然后呢，哦，我们。这个关小火，关小火，好，把这个辣豆豉，这个根据我们这个用量的多少，哎，我们选多少啊？好嘞，一炒，哎，炒，你看这香味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要注意它的技巧，要什么呀？慢火，哦，小炒，哦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对对对对对收小火，对对对对对，哎，炒香它，然后。
我们把这个葱姜哦要放下去，爆香锅底。好，哎，把它这个葱姜的香气给它炒香，哦、啊，爆出来，嗯，然后把这个配料放下去，好，然后把主料放下去，好嘞。这时候放入调料，盐少许，因为辣酱里头有咸味了，哎，来点点味精，好，胡椒粉，好，料酒。开大火，开大火，一吹，嗯，好，哎，给它扒了均匀了。这边是锅边的一些辣酱，哎，给它蘸匀，蘸匀，哎，您要喜欢吃红汁的，这时候再来点酱油，对对，哎，就可以了。勺勺啊，哎，这时候出勺的时候，我们拎入少许香油，也是去它的腥膻气味。把均匀了，哎，翻炒均匀，就可出勺了。嘿，哎，这样。哎，我们这农家一锅鲜就出锅了，看着这色儿也正、嗯、这个我替您闻闻啊，嗯，这里边有豆豉的香味儿、嗯、啊，而且有这个猪肉的这种挥发出的那种香味儿，自然的香味儿啊、哎、咱们这样、哎、您从头再给我们盘点一下。哎，第一步做这道菜呢、嗯、说有四鲜，四鲜是吧，啊，这个四鲜呢，大四鲜呢、嗯、您看啊，第一呢我们叫选鲜，选鲜就是你选的原材料要新鲜，新鲜，哎，这第二步呢我们叫回鲜，回鲜，回鲜、哦、哎，这个呢你可能提前煮好了，搁的时间长了、嗯、搁的时间长了，哎，这时候呢它那味道没那么鲜美了、嗯、通过我们这次焯水哦去掉多油的多余的油脂。第三鲜呢、嗯、那就是咱们得炒制了，炒制，通过炒制炒出鲜味来、嗯、哦，哎，最后有点提鲜啊，提鲜啊，我通过我们的调味料啊，像味精啊这些胡椒粉啊下去，把它的鲜味提起来。哦，嗯，哎，我们拌至均匀，哎，翻炒均匀了，让它味道锅气翻出来。现在香油、哎、出锅的时候淋少许香油，来、哎、出来，您闻香喷喷，进屋里头是满堂香啊。进来哦，哎，所以做这个农家一锅鲜有四鲜。好，听齐浩大师这么一说，您肯定是食指大动啊，可以试试。啊，今天晚上呢，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呢，您给他露一手，农家一锅鲜啊。那么明天早上一套节目，天天饮食，老地方、老时间、老朋友，咱们还是不见不散，再见，再见。在家里怎么调制出好吃又有营养的火锅蘸料呢？明天被称为火锅大师的马军师傅将为您介绍其中健康营养的火锅小料，敬请关注《家庭自制营养火锅小料》。